張超雄議員。主席，今日我哋討論緊嘅即係呢個合併嘅辯論咧，當然包括咗我的修訂，係關於即係扣減特首梁振英嘅薪酬，同埋我哋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嘅薪酬。咁就住呢個修訂咧，我首先咧想講翻梁振英點解我會建議咧喺我哋今次嘅預算案度咧要扣減佢嘅人工。特首喺上任之前，佢喺競選期間多番咧表示佢係一個關注基層嘅特首，佢好擔心到我哋貧窮問題啦，好擔心到我哋老人家嘅退休啦，好多弱勢嘅社群喺社會上喺貧富懸殊底下，佢哋嘅生活困苦。喺住屋方面，我哋好多香港人嘅居住環境惡劣，佢三番四次咧，好明顯俾咗個好大嘅決心同埋誠意俾我哋了解到，佢將會係一個房屋嘅特首。佢最近亦都再提過，佢香港人唔單止應該有得住，仲應該住得好啲。佢喺訪問天津嘅時候更加具體講咧，話將來希望我哋香港人嘅居住面積係不斷增加。佢上任已經接近兩年啦，代主席。佢喺佢競選嘅期間，佢嘅政綱裏面講得好清楚，喺政綱梁振英嘅政綱第13頁有關土地規劃，佢話香港並不缺乏土地，欠缺嘅只係全局觀同埋長遠嘅規劃。適時同適度嘅開發土地資源咧，對香港嘅可持續發展極為重要。好清楚，香港唔係缺乏土地，欠缺嘅係規劃。喺第25頁佢有關房屋嘅政綱裏面咧，再次重申喺理念第四點話，香港並不缺乏土地，只缺乏長遠規劃。代主席，我上個星期咧就去過上水嘅石湖墟，探訪咗一班嘅街坊。呢班街坊咧都係住喺石湖墟嘅一啲劏房度。上水有劏房，其中有啲喺粉嶺。我細個時候咧都喺粉嶺住過一段時間，我根本係冇考慮過，即係以我嘅生活經驗咧，當時嘅上水粉嶺咧。一係就係啲村屋，一係咧係一啲嘅低層嘅，都算係低密度嘅住宅。我係想象唔到咧，原來今天咧上水同埋粉嶺咧都充滿咗呢啲劏房。佢哋同我講，而家個租金咧好貴，但係生活環境好唔穩定。上水嘅石湖墟嘅劏房咧，佢哋話特色咧好多都喺天台度。當地嗰個社工估計咧，淨係石湖墟咧，大概有2000户呢啲劏房，因為佢樓下咧就多數俾人即係啲水貨客租咗作為一啲臨時嘅貨倉或者其他商業用途，多數喺曬三樓。於是咧，即係所謂三樓其實天台，於是就係即係日曬雨淋，逢親打風落雨咧，佢哋都搖搖噏，非常之危險，漏水。好恐怕咧，會有大風嘅話咧，吹倒佢哋嘅建築物。佢哋其中嘅特色，我諗劏房代主席你都知道啦，就係喺馬桶上面煮食。因為劏房咧係冇廚房，有個廁所，其餘咧就係佢瞓覺啦、食嘢啦、小朋友做功課啦，所有嘅活動都喺嗰度做。一係咧就喺地下喺床側邊，如果仲有啲位咧，可能用個電飯煲愛嚟做啲即係蒸下煲下飯嘅嘢。如果唔係咧，就入廁所。廁所咁狹窄，佢唯有都係擺塊板喺個馬桶上面。佢哋啲柴嗰啲調味品啊、啲油鹽嗰啲咧，就煮食嘅時候咧就擺喺沖廁個水箱上面。
根據官方的統計，我們現在大概有17萬人居住在這些"劏房"裏面，這個是被團體批評為嚴重低估，實際上今天我們香港在"劏房"裏面居住的人數。我們特首為這些居住在環境惡劣、低收入的住戶做了些甚麼呢？他說盡快起公屋，盡快令到他們早些改善個居住環境。但是最近我們看到這個審計署的報告顯示，根本政府連落實這個所謂三年上樓這個期許、這個這樣的應承呢，根本是做不到的。就算根據他自己那個未來十年的房屋估計，47萬根本第一就不夠，第二根本亦都不夠土地，根據他現在那個政府擁有的土地他都未夠，況且連現在那個建屋量都未有來追得到，未來每年20000個公屋單位的落成，但是我們已經有240000的住戶等緊公屋，即就算俾你起足10年後，加埋每年7000個流轉公屋流轉的單位，都冇可能應付到今天我哋輪候緊。所以主席，即呢一個梁振英，佢上場之前咧就聲大大，講到自己係一個咁注重住屋，是幫基層市民早日改善他生活環境，有一個安居樂業的香港，其實是假的。安居何時得來做得到呢？剛剛我們還見緊這個有個基層團體叫做關注基層住屋聯席，他們都看到最近做了一個研究，發覺有成40%的住户，在這些"劏房"的住户呢，他的租金啊，去到佔他們的收入43%。你想想，這些"劏房"我剛才形容的極度惡劣的環境，他們不是便宜的，尺價呢是貴過豪宅的，往往佔他們這些低收入的住户的入息的一個很高的比例，現在說是超過40%。他們很辛苦去努力去做工，一大撅就愛來只是求一個住宿的地方，而且還不安穩，租約呢是一年以下，還要給業主自己安裝一些水錶電錶，自己收電費水費是高過一般的，於是他們基本生活的負擔呢，就完全是給這些即是所謂無良業主呢攞曬。好啦，我哋話呢啲，你既然政府承諾三年上樓，如果佢排咗公屋已經超過3年，你俾個資助佢。梁振英話俾資助佢咧，會令到呢啲劏房嘅租金上升。我哋話咁你做租管啦，限制呢啲劏房嘅租金上升。呢啲老實講，靠自己嘅物業不斷劏，越劏越細，去咁樣牟利嘅一啲嘅業主，限制下佢個租金嘅加幅都好合理啊！梁振英話唔做，租管係萬萬不能。咁租金管制又唔做，租金津貼又唔做，公屋你又唔加快起。頭先都講呢、這個審計署講得好清楚，咁你即係樣樣都唔做，你點樣樣去即係話你自己係關顧基層呢？主席，他除了說這個所謂房屋之外，他還說關心到呢扶貧，在他的政綱裡說得都很好的，他在第18頁裡面說了，說在97至09年呢，香港人均本地總產值呢升了30多%，但是同一時間內呢，最高收入那10%的人呢個收入升了60多%，而最低收入那班呢是跌了20多%。他認為付出和回報不相稱，使到相當部分的市民呢
無法感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造成社群利益分歧擴大。他說得很清楚，他說得對，貧富懸殊嘛，他有具體數字，在他上任之後有沒有改善？扶貧委員會弄了出來了，弄了個數字，看回我們的貧窮人口去到接近兩成，就算在所謂福利轉移之後都去到超過 15%， 這個這樣這麼高的貧窮的人口比例，我們能不能夠引以為榮？梁振英做過些什麼呢？對於長者的退休保障一拖再拖，一上場就逼我們要立即通過他這個特惠三個金，不過他轉了口了，就不叫特惠三個叫長者生活津貼，實際上就引入了資產審查，根本就不是我們香港人想要的一個退休保障制度。他做過些什麼呢？即是扶貧做得不好，他還說呢，這個在老人方面呢，他承諾呢，在第32頁，我全部都是講緊他政綱的，他說就著處理老年貧窮問題呢，會研究短中長的措施，改善現時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制度。他改善了些什麼？除了這個長生津是他做了，但是最令人痛罵的這個衰仔子，他到今天都還是堅持，就是因為衰仔子令到很多有需要的老人家拿不到必須的援助。他又說在第33頁，對於殘疾人士來說，他會研究落實有效的策略和措施，以縮短日間訓練和住宿服務的輪候時間。代主席，他上了任兩年，他在這方面有何研究、有何計劃落實過是縮短日間服務和住宿服務的輪候時間呢？在這過去兩年，這些的輪候時間只會更長。他又說容許單資殘疾人士申領傷殘津貼，這個研究仍然繼續緊，我睇呢研究到他落台為止都未有來搞得掂。主席，他承諾的就多多，但他是實際上做到的有多少呢？在教育方面，他又說他會考慮這個幫助少數族裔，是設立這個中文為第二語言的課程和評核標準，但是來到呢就變成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框架。那即是什麼呢？有沒有課程呢？不清楚。有沒有評核標準呢？不清楚。那這個就成為一個制度上的，所謂用英文講就是一個 glass ceiling， 即是一個看不到的關卡，令到很多少數族裔因為中文的公開試考不到，而永遠沒有辦法升上大學。因此整個少數族裔整個群族是生活在貧窮之中，沒有辦法出人頭地。他又說在29頁檢討融合教育的成效，到今天他上場兩年，我們要求他檢討，檢過什麼出來呢？他又說及早規劃幼稚園和幼兒小學的佈局，盡快實施15年免費教育。到今天這15年的免費教育去了哪裡呢？成立委員會繼續談。主席，這個特首就是不斷成立委員會，不斷繼續談，將他承諾了的事，我都未講標準工時、強積金對沖那些，我留返俾我哋主席李卓人講。但係呢個特首就係不斷喺度拖，佢對於承諾咗好多基本民生嘅嘢，甚至佢重中之重房屋，佢都做唔好。所以呢個特首，我哋已經俾咗兩年嘅時間佢，我可以判斷佢係失職嘅。所以我建議呢，我哋今次嘅預算案呢，應該將佢嘅薪水呢全盤剔走。我認為佢貢獻佢嘅薪水出嚟，
作為一種謝罪呢，是他做到有餘的。多謝主席。